配合演一下，奶奶才肯让你帮她看病，替我照顾小彩的人，你愿意成为那个人吗？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啊？就是未来他清醒，还是会留下一堆后遗症。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想我想起什么呢？10月20日起，中天综合台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《白色之恋》。